666，不然你就找个五 D 侠，5566也可以。有啊，5566，我们又不能玩。哦，斗阵的滑鼠垫。哎呦！哎呦，有呱呱哎！哇哦，你好猛哦！哇，他还有，他还可以爬通风管哎，什么鬼啊？这太大了吧！通风管真假？通风管里面可以哦。对啊，还有密道哎！你怎么会选这张地图啊？我就想说这张看起来很新鲜，就可以通到其他房间，是很新鲜啊。对啊，因为想说之前都玩餐厅那种的。欸、找到烂掉的那种啊，对啊，你找到烂掉了，找个新的，就没想到新的这么大。那过去都在数东西。哎、欸，不要开内麦，拜托。啊？谁开的内麦？你啦。你啊？我要怎么取消啊？刚按到 V 还是什么吧？嗯 ，V 吧。现在嘞？没有了。哈基好帅。哦，那你要自己开麦才会回应你啊，哈基。有没有我刚开麦吧？他在那个啊，他的那一屏。哦、等一下，我跑到机房了，机房不会有人吗？变大。等一下，这个怎么？有人在放歌喽！我好久没听得到这首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离机房那么近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Beautiful. Do you know the power？ 你知道这图出了很久。只是我们都没有玩而已啊。对啊，因为它好大啊。等一下啦，这个你该不会躲在厕所里吧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九个电灯，哇塞，九个电灯，你确定它只有九个吗？看起来是九个。再放一下音乐嘛，他一直在放啊，而且这里是两个人在放、欸，哎，你知道，所以这个地方躲了三个人，难怪你们都找不到，很多人啊，再来。哦，这个放这个，有人在照常哦。等一下，劲歌热舞了，杰克你要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应该在那一间喽、哦，那个猎人在那边。那个猎人，杰克啦，是不是杰克？对，应该是。我卡住了呢。应该是在那里哦。再来。哇，杰克，你找不到我哎、欸。啊，找不到我哎、欸，是我靠近我这里吗？不是啦，看到杰克 ID 了啦，这个、啊、这个纸袋好环保，打不爆哎、欸。对啊，纸袋好、哦、死了。哎、欸，严格来说，这音乐也太长了吧？还在补还有音乐？对啊，这个是叫遗言吗？人闭嘴啊！余音绕梁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外面有海绵宝宝？有啊，他什么海绵宝宝？等等，好像刚踩在我身上。哪有？你确定那是我吗？应该是吧？是吗？那我现在咧，你有看到我吗？现在哦，哇，我这真的一定是完美了。哇，我现在在餐厅啊，我在餐厅。哦，好像是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个怎么进去啊？海报还要？哈？就看在那个。那个海绵宝宝进不去。对啊。为什么怎么进去的？等我就看到对了。在我身上，哎、欸，居然是你啊！哦，踩在我身上你都不知道，我知道是你啦，是啊，那个是我啦，那个是这个在转角的那个屏幕是我啦，天哪、啊！你知道我们刚刚全部人都那个你们都一直没来这一间，然后最后想说奇怪，我们是不是都在这一间呢、啊？音乐一直在这一间呢、啊，都在这啊，真的都在那里耶，不是你们不会找，是你们没有找到这一间呢、啊，因为他很远，嗯。餐厅不是旁边而已吗？对啊，但是我们刚刚就刚好全部都没找到这一对、啊，我看到一个影子晃过喽。哎呦，谁啊？哎呦，我好像不应该变成你刚的椅子。哇、啊，你变我的位置！哇，秒杀你啊！真的有会抓哦，不愧是室友，会哦。他就变在里面同个位置，想说不对，看这里没位置啊。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有默契？好屌哦！然后我好奇是哪，我待会要去看记录的。上一轮才刚躲这而已。不能小雨，小雨在迷惘吗？感觉你很迷茫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来上楼。你这个太夸张。
感觉就很容易找到的小雨。你越弄越乱啊，你干脆变一个东西不要动好了。完了完了，他那里很乱，很乱，很乱，超乱的啦。原本超整齐的，然后他越弄越乱。哇、哦，这马面像子人。饮料嘞，还没来。你笑太开心了吧？嗯，很恐怖、哦，很乱，超乱的，很乱。嗯，这里都很干净，很整齐。那所有东西都被我弄倒了。都被你弄倒哦，这还可以进来。楼上没有躲人吧？记得没？楼梯楼上。楼梯、啊。他厨房里面还有生物哦！原来你们刚刚在讲这个眼睛哦。对啊，就坐一下可以看到他。西瓜，这还有进货西瓜哎、欸！进货。来到一个进货区。很乱哥。乱。都弄倒了。对啊、嗯，好多东西。而且刚刚其实你们有人已经有，对，有两个人进来，应该是两个人。哥哥，哎，这里是机房啊。很乱，真、嗯、的。很乱。摄影棚，这也太扯了吧！这里好乱哦，这里还可以进到摄影棚里。嗯，懂。五一五这样吗？很乱。我觉得哈基会不会都找那种乱到爆炸的？他们看到很乱呢、啊。他们进入思考的盲点了。对，你们进入盲点了。我是中了一个缓速效果，是不是？哎、我走路都变慢了。这里一直倒咯，一直倒咯，哎呦。嗯。哎呦。送你。干嘛、啊？找哎、欸，这有按钮哎、欸，找不到，不能按。是机房。乱。你知道我们刚为什么会笑成那样吗？因为在我们刚讲那个一瞬间的时候，有一个猎人在我旁边还开了两枪。对。那不是我，因为我没开枪。他还说什么被吓到。很恐怖哎、欸。喵哈，你厨房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马面，你刚才被吓到啊？他说他被在旁边啊。等一下，我走路好慢。你思考是哪一个人被吓到了？可是我没有开枪啊。有我有开枪，我有打马面啊，巧克力马脸，一个马脸的吓到我。哦，我现在在马脸附近。哇，马脸啊！哇哦！可是这里都没有很乱啊。是你们把它搞得很乱吧？对，你们把它搞更乱了。也太远了，这里。F 三啊，我按啦、啊。我完全没听到。小雨按啊，小雨按，小雨按。去死吧！我等下放一个超惨，我就死定了。可以啦。Hello 你们。你们刚刚没有看马面的后面。超恐怖的！哦，打了两枪，太难了。把机器人改好了，太难了，超难在这里。啊！噔噔噔！哎，噔！机房不能躲吗？对，机房跟楼梯间都不行。啊！噔！这边没椅子。来啦！我知道。哦，这个不能点。哎，哎，哎呀，机房，这是机房，哦，这叫机房啊！是啊，嗯呀，啊，不是啦，我卡住了，哎呀，我呀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哎，有花，哎，草丛里面会有那个啊，哎、太好笑了吧？草丛里会有摄影机。嗯。怕你就尿尿啊，然后在哟，他怎么直接卡在墙壁上？你卡在半空中哎、欸！我觉得这可以，我觉得这可以，我下卡住了，你们也卡住了，我的视角好妙哦！哎，那个好猛哦！哎、啊，不行，这里只有一滴血，啊，后面得拖拿东西。
我血可多的很呢、啊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哪一次？哪一次？不是我应该卡住的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哇塞，杰克你怎么来？哪里？我从来没来过、欸、我掉下来的，刚刚意外找到的、啊。这里是机房，这里是机房，杰克，我刚刚掉下来的，掉下来的。对，我上面跟你讲，刚刚这里有两个这个，然后我把它弄掉了，它、欸、就换成爆炸。哦，还有这里耶，西瓜进货区。啊，这边走出去。哎呦，你要走原路出去。哎、欸，团，你在哪里？对，你在餐厅吗？我在西，我不是哎、欸，我在餐厅这，来餐厅这，有好玩的东西，快点。好，我去餐厅。杰克就不行，我就不行。我来了。这谁啦？不要啦！不要啦！干嘛、啊？你最后再杀我吧！不要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他会变走。他上次就这样子，他上次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走了。繁星，你说什么厨房？来这里。厨房很好玩的，来，超好玩。来，你拿一颗西瓜。西瓜。然后来这边，喂这个洞。喂洞。他会，你说喂那个人吗？对，他会吃东西，有没有？好可爱哦！你拿东西喂他吃。不要去闻，在哪？那我要喂这个。小雨在哪？我去带你。哦，里面，你随便拿东西喂他吃。好。我蹲不起。为什么？他会打嗝。我要来去找巧克力啊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慢慢玩、啊。没有、啊，玩够了，我要去找巧克力了。巧克力，我觉得找这里。他喂他二十颗西瓜，他会给你一个东西。太大了啦！二十颗西瓜，别硬塞啦！我这里好大，啊、哎呦，要我调个方向吧。我要拿蛋。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喔！进去，吃掉了。蛋也可以喂哦、喔，小什么都可以喂啊，小婴儿也可以喂。对。哎、欸，卡住了！在干嘛、啊？在喂他椅子算不行，他洞太小了。洞太小。我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不是，我真的、啊。你要从外面，你要从旁边，他旁边门走出去，你就知道是哪里了。不是这个。我怎么记得刚刚这边没有这个？这里也太……这个地方好里面哦。怎么会一直换来换去、哦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哇，巧克力这个好里面哦！这个到底怎么走到的？好猛哦！这是迷宫吧？我真的，这里是不能进的、啊，要从另一边进。没有，他是从有一个地方走过来的。对啊，对，从另一边绕过去的。有啊，刚刚也有很多人走经过啊。哎呀，经过。我刚好像我刚有进去一个像迷宫的地方啊，我是有进去啊。对。可是里面没。哪里呀、啊？我刚刚都有看过嘞、欸。哦，你思考的逻辑是对的，但是你要找到，要先找到才可以找。他就是在其中一个地方。然后我把原本东西给取代掉了。哦，哪里 ？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不是，团团，你刚刚曾经经过我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好酷哦。香蕉啊。他居然在里面呢、欸？为什么在更里面啊？我是这个，我刚看到你经过了啊！可恶，那个桶子，然后我按一遍他们，他们就自己爆炸了。哇塞！我就直接取代他们。欸、如果变东西，然后自己跑去那个眼睛那边，会不会被吃掉啊？哎呦，你可以试试看哦。你试试看。我来啦！你来啦！太 OP 了，超远！干、我进不去。你说被喂死吗？哎、对。哎呀！那你刚刚在被喂死，那就在这里了。看起来好违和哦，怎么？你还吃喝牛奶？哦，掉在这里哦。呜、打嗝了！小婴儿他也吃，他什么都吃啊，什么都吃。哇塞，这个家伙大食怪，大食怪。三 v 三啊，交给你们了，我有点忙了。这还
嗯，还会打嗝哎、欸？那为什么？烤鸡，烤鸡，烤鸡，在。那烤鸡做的超好吃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会不会换一种方式啊？哎，他都只会打嗝而已。嗯，他只会打嗝。西瓜，西瓜。嗯。哦，我怎么听到奇怪的声音？